What?汽车包装机需要380的电，三相四线，这三根是380的，这一根呢是零线，三相四线，接入。接入线后啊，到这个机器的后面打开这个配件箱，然后检查这个橡须装入保护器。如果显示是绿色的，说明橡须是正确的；如果显示红色的呢，需要重新调整这三根火线的两根的位置，调整一下橡须，使它变成绿色的就对了。